照片上的他，一个傻傻的80后，来自于中国最大的村，农村。那年高考差一点就考上了清华，录取分数695，他考了69.5分，就差那么一点。巨大的打击彻底粉碎了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于是他开始做起了主播行业，过上了起早贪黑的日子。请大家多多关照这个可怜的孩子，大哥们给他刷一点小礼物吧，谢谢。